十倍混合光学变焦，再远也能为你聚焦。本节目由 OPPO 全新 Reno 系列联合赞助播出。换掉也是猝不及防啊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。兄弟抱一下，兄弟抱一下，不是这个 key 啊。Cause I will never enjoy the lifetime. I gotta fight it. I gotta want it. I gotta want
我认真爱过。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，需要爱得如此折磨。我是深深的爱过你，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。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，你把不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再第一次你爱我。你有没有听说我已经面带笑容成为约定好的我，等着你从头再来过。谁都没错，都认真爱过，在命运面前才懂人有多脆弱，阻止不了谁离开我。我是深深的爱过，没有任何取代你在我的心中，能从本没有离开过。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谁都记得那双手抱拥抱你那眼泪拥有又拥有，比心动伤害更紧少。曾凭着虚楼老高为我外行戏来到，谁能懂那一人呼吸珍惜。来自你怀抱，只管你走吧，等他一股感冒。青春的花中渗透，追云追跑啊，并走走。我举把红油，往大路绕过一走，我便浮游。你还嫌不够，我把这层面。似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三三两两，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，人怎能不孤独？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事凉凉，孤孤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。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哦，离人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。你不能说明天，我不能说再见。我人生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。有熄灭，给我一整个拥抱，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。时间过一分一秒，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。在不同的遭遇里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。人的脸色渐渐显见，我变紧张，我始终等待再见。
只不愿再也不见，已经忘了你的名字，怎么还有几经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，想形容你的句子，关于你所有心事，一眼能记得钻石，哪一个是你地址，忘了你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寂静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，我始终等待再见，只不愿再也不见，只是忘了你的名字，是在那座寂静心事，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。
我不知道我记不记得了。跳舞可以再加一点自己的那个，自己的那个感觉可以再大再夸张一点吗？对，嗯、你有点太标准了，嗯、太标准了。你把锁到了。对，你再放一点可以。可以再就是很多东西它那种，但你就再加一些那种感觉就好了。但你那个力控制的真的比之前好多了。嗯，就我之前第一次看你跳舞的时候，就现在看起来很规范。B 班不是他们在那什么吗？没有吧？在排练。哎 ，B 班这么不勤奋啊！快拍快拍 ！B 班现在在练班会东西，他们都没在，没有在勤奋练习。快拍！我们刚刚下课，快拍一拍。这的钢琴小电子琴都不见了。新搬走了。对，这边的话就是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当时是对着这边的，
然后这边他当时光着膀子在这弹琴，然后自己在那喝什么亢奋的饮料，然后自己在那嗨。我一进来，他脱了衣服在那跳舞，跳完舞就坐那就开始做音乐。你说这个人 ？OK， 太恐怖了。就是在这边的话，就是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创作之地。哦，少年之时。对。哦，光着膀子在那写词儿。那没有，那天我就穿着班服也是这样。坐在这弹琴，然后当时基本上哪天没脱衣服、啊、然后那时候没有录音笔什么的，就只有用纸跟笔记，然后当时是天任哥进来，我跟天任哥说，天任哥，我写了个超好听的旋律，说要不你给我这笔呗，我真的不能离开，我离开就会忘了。天任说好，然后就跑出去给我拿，然后拿了之后，结果就赶紧记完之后就说，然后天任就说，哇，这个好好听啊！你准备叫什么？我说准备叫《少年之时》，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角度。然后他当时应该是对着我的吧，然后我就这样写出来。然后后面有些词的地方就不是很好，后面就说找远哥张远哥哥去帮我看一下，改了一些地方，然后一下子就炸了。这当时是马老师给的我的，应该就觉得他坚持了那么久，然后他身上依然会有一股少年的气息在，然后我就写了这么。那你觉得少年是什么？少年就是知世故而不世故。哇，是，然后就在这写了。估计我接下来就会听着自己的歌 fly。他那个，你那歌词什么？我付出了什么什么日夜那块？我付出啊，那个是言琪写的歌词 ，rap 词、哦。他写的？对，我付出了4200个日夜。他写的为什么跟你那么像？他写的跟你那么像。然后你都没见，你都没见你吃过饺。亲爱的，过来，你干嘛呢？过去，10秒了，还不是10秒吗？我摸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摸到就不能动啊！要猜你是谁？只有一次机会啊，猜。咦，这是谁来着？张九敏吗？因为你刚听到你说话了，不然我以为是曹君武，是那个纣王吗？像忍者神龟。王凡，你刚才打太极。刘大，我来呀、啊。王凡，你来呀、啊。王凡，来呀、啊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。不能摸头发啊！不能摸头发，脸呢？李瑞，咚，错错，好，继续，噔，黄灯，黄灯跳，黄发，黄灯得跳啊！单脚跳，这，红灯，这做什么？林亚东，错，再来，我摸不出来。前往前，对，左右往前，摸到了，太坏了。二一，给出答案。时间太快了，不能慢慢摸。好，再给你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往身上摸呀。林睿。哈哈哈哈你终于猜对了。他摸太久了。村里的姑娘叫小芳。
创造营2019羽毛球比赛现在正式开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说一下李瑞，说一下规则啊。第一轮淘汰赛一局定胜负啊。就一个球吗？一个球定胜负。一个球草率了吧，一个球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，一个球的一个球，一局11个球，11个球。裁判是谁啊？刘野呢？刘野不是裁判吗？刘野脖子打那个打折了。刘野，你不是脖子不行了吗？你，我看看什么情况。蒋一鸣和夏志光。你啥玩意儿？1-0，1-1。4-1。你这个发球我真的是接不住。10-1，好，6-2。7-2。是个实力派，妈呀。开始发威了，眼镜摘掉。陆哥要开始发威了，陆哥不发威伤他自己。哇，发威了！哎呀，结束了，11-7。好球！哇，9-9，这得帅气吧？好，好，第三局决胜局。啊，跑死了，真的要跑死了！真太过分了，不想玩了。好，放下，回来。4-1，明瑞上身拿到赛点，创造营2019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就是明瑞。耶！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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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黎明可以杀出来好黑呀！我会被创造几次？谢谢。有点辣眼睛。我在狂奔 to the top， 炽热血真的是那就不会再眷恋。节目单来了，正片看不够没关系，来这儿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腾讯视频 VIP 用户专享系列衍生节目，周一晚8点创造营优享版，加长加料看更爽；周二晚8点创造营练习室，周四周五晚8点创造营宿舍日记看不停。此外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创有宝藏挖，带你了解宝藏学员。